算掉一句哈，一定要做出来。你没有做出来，你那个字就是念过去以后，没效。我叫没有这么煮比较快，我没有办法煮那么快。不是快慢的问题。还有三十。是你要录制的问题。国际观光节呀。就是你的筋哦，要往内送，往内送，而且它的墨还不会晕开，是这样。就你要懂得把那个笔根呢，可以起掉这个哦，这一集哦，把它按好，按好要一顿它，是这样，一顿它，让这个线条就往前推，就是顿紧，对不对？它这个力量很深嘞，很深。而且我们在用笔的时候，你的按住之后提不能离开。你记得吗？下面叫接龙接发现。对的。我对这个字啊，对得起，对得起。好，惊讶嘞！如果这样来写，你的线条的质感必然一定会更好。好，这个东西，这样子你才会更进步。先去思考。整个写法才会改造面貌。老师。